感受就是说，这个东西一定要透气薄，然后要不然它就是容易，夏天嘛本来就很闷热，然后它就容易喘不上来气。对对，防晒衣啊，什么冰袖啥都有，像帽子啥都卖的可以，今年都。出去玩的人比较多了，而且天气也热了，平常也可以戴呀、啊。这是